你要不要？因为我故意用这支的，故意用的啦。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，像粉彩纸嘛。不是牛皮纸。不是。粉彩纸。对，你要找一个地方看嘛，不能乱看。找个点。看那个球。对。这样才不会一直变。做妈多真辛苦哦，顶天没下。没啦，有鸡蛋啦。老师，我这边有亮。啊，你以前都没生过。你那个。你画人的时候是三等份，就是像这样的。那第一个的是眉毛的地方，眉毛的地方。然后第二个是鼻子嘛。哦，这是嘴巴。哦，嘴巴。你等很久了啊，对，你等了几年了？好几年了。他是很早了，真的很早，学好好久了。所以三等分，你看它这是鼻子有没有？这是下巴，然后上面这是眉毛这样。你要说如果那个我上课如果讲这个，可能有一些比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每次找那个固定的，只有我喜欢的模特。那可能我就讲的不对，可是你看这个就不能骗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同学都大家都公平，然后直接画的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比例不对就没办法适用嘛，所以我是要跟你们讲，这绝对通用。那我通常一般的话，我会找暗面。所以它的暗面就是在它的左边。这个怎么会有奇怪的声音？你看纸好像本身有纹路嘛，然后画的时候，有没有它有点像粉彩纸，可是它好像不是，这比较便宜的纸。这是其中一支有附那个油性的。油性的笔。这个哦，你们如果用完画完这个，你就会觉得那个炭笔很好用，因为这个就是画错都擦不掉。好，大哥对不对？那个。是碳金笔吗？不是。对，可是它是油性的。油性的。它是油性的。我上次就踩到笔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笔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用啊？等一下试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。那这么难用还拿来画？第一个它颜色不一样啊，颜色不一样。好，所以你要看，我不是有上了一影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一等份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等份，第三等份。那它这里，侧边。也有一点暗面，暗面也可以顺便加一下。要看球啊，要看球。看球才能睡着。看谁可以睡？那个球不会晃啊，晃了才会睡着。晃了才会睡着。对，就是你们都不用的那一种，你们最不喜欢用的那一种。我暗面就把它都加了。擦不起来。应该是可以。而它很难推，而很大力，就是它推的时候颜色会变，会有点不大一样。
它是里面的笔唯一的一支，就是你加的越深，它颜色越艳。嗯。它颜色越红。好，所以用这一支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拿来画肤色啦，还蛮好用的。但是它有缺点，就是擦不掉。那会很担心的，等一下画坏。画坏擦不掉。它的鼻子算是正常的大小的，所以其实你们觉得特征应该在哪里？如果你们要画的话，特征 它的特征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还是头发、卷发？它有一颗痣的，痣在这个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最后一定要加那颗痣，就会想才可以去掉。可以去掉，所以你也要用雷射点嘛，点一点。两颗哎，老师，两颗字。他那个印堂靠右边也有，靠左边也有。这个字好不好？有没有那个聚财？一定很好，才会留到现在啊。对。哦，对不对？怕痛不敢去弄。怕痛不敢去弄，所以留到现在。不会痛吗？你不知道是好是坏，谁看？是会长大，长大就有问题，变色长大就有问题。可是我觉得他这个量，下巴这个地方，你说画太多会变吗？下巴这，因为他水比较方，他大侧面。我是觉得它的特征是眉毛了，那比较浓。嗯，它好像比较不会去修，不像一般女，对啊，像你没有修啦，它都很自然，对，它不需要修啊，它就自然就是自然就是眉毛，不是没有才画上去的，你是没有画的，我这是人工眉毛，它是自然就是眉毛。所以它有留下原来那个比较自然的那个眉毛的形状，不然一般的话，那像早上我画，它也是有修啊，它也是有修。可是画完以后你不能修，画完就不像了。对。好，所以我按照那个刚才的比例三等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呢，在每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上面去加它的特征。好像鼻子的话是比较普，好像是普通一点，好像没有特别。我譬如说有些人是鼻头特别大，他的鼻翼他好像是刚刚好的，刚刚好的，所以就是三等分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有没有注意的就是，鼻翼的话它是一块，哦，啊这个鼻头是一块，所以左右各两块这样。那你这样画起来有没有？像这里加明暗加界线，这样画起来鼻子就很立体，有没有？哦，啊画下来的话连着人中。因为人中呢，就是你的鼻孔下来沿着这有一个沟槽，所以这个沟槽下来的话，你这个沟槽要把它标出来。哦，啊，你们可以仔细观察，它还是有。这边这个我就不画，这个画的会很老。嗯，法令纹，法令纹一画下去，这不要。嘿嘿。再来是嘴唇，然后你们看一下嘴唇，嘴唇的上面厚，下面厚。上面一样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哦，它都很均匀。标准比较好，该有的都有。什么没？不该有的都没有。该有的。嘴唇的话，就是它是沿着鼻子下来，人中是一个沟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嘴唇就会这边，哦，它会因为它要沿着那个沟的形状，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凹进去，中间凹进去，中间的话。嘴唇中间这个是唇珠在中间，然后旁边两片是长的，所以它合起来就变成这样，差得很漂亮。叫期待，二三十年前的，十八岁，年轻很多。我这个又有十八岁，好像你把彩云真的画成20岁的彩云。嗯，啊，我一直笑脸呢。你那天画
画彩云，真的彩云画的是20岁的像姑娘一样。那你们每个人都不能画皱纹啊，所以一定会一定冻龄的。就人家那个马嘉丽说，还有婴儿肥。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油画板。对，我们是亚克力笔。我那张真的是好年轻，那老师是用粉彩。好粉彩。就那天是展览的时候抽的啦，跟班级没关啊，班级也有没有，因为那天是到亚克力班，亚克力班的。老师，你在展场画那个吗？就展场示范的啦，因为那天本来就是要上课嘛，所以想说就移到那边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天你在啊？你不是去？你没有一起抽？好了，不会啦，你们之后就油画班抽抽看，可以啦，快轮到大哥了。是，好啊。你们是造轮的？没有造轮，是因为我们那个人流动的没有那么大，但固定班底比较齐，所以可以抽到机遇的。不知道，油画可能你们都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比较不会。道具那么多。这个直接去交白卷，坐在那边装傻。我以前是上木雕班的，有一阵子去跟约一个老师去。你自己当学生的时候？对，自己当学生，我就上不下去，我就觉得好累，因为不是学校的课啊，没有动力。可是有可能木雕也难啊，而且他给的工具太累了。他那个光雕一雕就顿掉了，我觉得画画还好一点，至少说你可以一直画很久。好，然后现在这个从这里下来，这边的脸啊，它的弧度就没有那么大，嘿，它就是比较直一点下来这样，比较直一点。啊，它有皱眉头。因为我现在在抓你的特征嘛，所以要就是稍微对，但是你那个笑的时候，那个眉毛跟眼睛会比较好看很多，所以以后都要很开心。出门的时候，他那男刚也刚刚接上乖乖，那一点不过你笑也要打从心里笑才会觉得好。你说皮笑肉不笑，那就不好，那感觉得到。感觉这个人好像怪怪，有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太强颜欢笑。所以这个地方先加双眼皮试试看。那这一边的话是内双吗？你说这一边？前面有一点外双。对，有一点内双，底下才多。它这个有那个炭条，炭条会比较好画。老师，如果炭条你要画哪个部位？头发。因为我用这个画头发就很吃力，太多条了。画衣服啊，画头发都还不错，都还蛮好用的。它主要也是因为你的灯光的关系，下眼睛不会动嘛，对不对？下眼睛不会动，所以不要画下眼睛。下眼睛就是通常是比较平啊，比较平，它没有什么弧度。
可是很多人都喜欢下眼睑一起画，然后勾一个轮廓这样子，勾一整圈。其实那样子还蛮不像的，老实说蛮不像的，因为你要分开来画。很喜欢皱眉头，想事情就皱眉头。不自觉，不自觉。那你还是多想一点开心的事情，都不会皱眉。有点往下。那这个眼窝哈，可能还要再继续再加深一点。像中间的地方，这个还是比较深。现在把它找到哈特征以后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就是在想办法把它画完，好，把它画完。所以现在的话就是，所有的刚刚画上去的部分就持续加重这样子。譬如说这个眼眶。哦，旁边这个比较深的地方，加深一点，凸显眼睛的立体感。然后沿着这里，颧骨的地方也是加深。哦，像这个地方，稍微加深一点，就感觉很像在化妆嘛，对不对？人在画的时候，擦这个腮红嘛。哦，在这个地方，还有这边下来这个脸颊的部分。法令纹就不加了，对，不要了，不要加，就很年轻了，就很，好像还没上镜，真的很年轻啊，高兴，没有，他十八岁没有留下痕迹啊，竟然还留下痕迹，没有吗？以前都没，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拍照片，有来电邮的啦，电邮的呀，现在退休了吗？退休，对啊，所以之前做什么？会计，会计，管钱的。岁月的痕迹，岁月的美貌。你们家里有几个小孩？三个小姐。啊？三个女儿。小姐，三个。她长得像我以前包吗？对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很不会讲，就是很耐得住性子。对，好脾气，个性很好的，还是会把它绑起来，三个绑。温柔型的，那太恐怖了。那脾气很好。老师，你对人的相观察那么入微，会不会看相？不会呢，看不知道。看不准。我是只是知道说那个尽量字不要打脸上，因为明天早上赶去点。因为他们说痣如果长嘴巴附近，第一个就是火气大嘛，啊，还有就是会有口液比较多。哦，不知道，好像是这样。痣比较就是说很难长得好嘛，你要真的长对位置蛮难的。可是长在这边，有的是美人痣，有的是好吃痣，没事痣差很多，没事痣，不好的比较多，啊，不好的比较多，有的长对的还会有口福。对啊，只是很难长，很难长的，你要长到刚刚好的。所以它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位置。应该比较特别，还好没有长在眼睛下面。眼睛下面是什么？泪啊，他们的眼泪流的到一次就比较不是。伊也无啦。无啦。伊唔是。伊也好皮。伊也好皮的。对，那个感觉也不太一样。对。也。不然你不会那么久也没有。没，不会那么久还留住。没注意。不会在脸上。等下叫我去班了，干嘛干嘛？那不要做，那真的不要做，那弄不好就有阳居士就会，我记得以前没看。弄到最后，你去那个医院，他都会跟你讲，讲长根哦，又给你看，记得今天都一样，我先筛底下面，那就给你打掉。要赚钱就有，要赚钱的，赚钱快。那医美就紧，就给你看个好，那一堆。对啊，他就是巴不得你全部都把它弄掉的。对啊。不是，有些是不能打。
你看到感觉有吗？我今年弄，明年又长出来了，更没有保护力，对，更没有保护力，新长的可能就更没有。那最重要是这个边，这边边哈，在这里，最后还有一个咬肌的地方，我这个可以再画一下，我就是靠近这个边边。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就很明显会动。哦，然后它，你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它边缘，沿着这里就是它的那个脸的边缘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还是要画一下，不然它会沿着整个下巴，这样看起来就会胖胖的哦，所以。这个下巴还是要稍微给它，你如果光是这样分出来，它就年轻很多了。嗯，对。还有线条，还有那个乌粉肌。头发刚才做一次以后，第二次再加一点颜色上去，让它看起来更茂密一点。这个头发看起来比较颜色哈，比较饱和一点。看这边的下巴，哇、哦！这个头发记得在画的时候要顺着那个头的造型去长。你就要当作真的在种头发，不要这样左右画，因为它头发就是从头有没有这样长出来，所以你就是要顺着它长出来这样。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样画，但是这样画是最快的，这样画是最快，这样一画马上就好了。啊，如果你不这样画的话，你就变成说你要先上颜色上一上，然后最后还是得这样子加，不然它不会有秀发的感觉有没有？它不会这个。我有这个头发这样子长出来的感觉。那你跟你去吗？胸哦，袂啦，我会给伊拉紧，是无我拉紧多少，啊，不过也有拉紧。谢谢。不要变了，让他们去画。挡到你吗？不会。他们用这个画，老师。快乐书陈淑芬讲的画有，我没有在画，我们用嘴巴画。不要变，一身的华丽的。其实大家来学画都学得很快的，交到新朋友。看那个去写生，去那个。写生最快乐，对啊，我每次写生都去看好，就画完以后就跑出去玩，然后回家再画。写生是去郊游，对，然后回家，我回家也画呢，拍完再回家画。下一堂课就是去写生哈，下个礼拜。还是在那个晴天宫那边集合的吗？我不知道。
些都会一样。音乐化越大，大一点好了。嗯，大一点好，把你有点。我进来机会。有，我们不坏，我太太不要让我。怕我画完那就嗝屁了。现在慢慢再把那个鼻子啊，脸上的颜色再把它加上去，哦，让他鼻子看起来层次更多、更丰富。因为像这个留白的话，留白太多的话，可能不会效果不会太好。你可能只能留一点点，比如说在这个鼻子有没有？上面的光泽这里，然后呢，留一点白色的高光这样。还有就是眼角下。全部的地方，对，啊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，你就不能全部留白，你可能要加一点颜色上去，因为你这样子要比鼻子要稍微暗一点，鼻子才会比较凸出来，好，那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自然。那所以像我跟你们在画的时候，这个就差很多，哦，你们有时候不敢。所以你来去拍古早，你会发出个真够欢喜的代志，这个就是。故障怎么会？这样你笑哎、欸。大方笑，脸神要笑，脸要起，你看你刚刚已经足水。我拍到你，看你那牙齿都露出来。有啊，啊，你的弟弟啊，你讲哦，足讨厌，是不是？那弟弟啊，脸神要微笑，脸神微笑要脸呐，要看脸。清楚吗？加了。对啊，有没有新来的当然没有加。应该还有新来的。新的什么东西？我们新来的没有加。都没有加吗？没有、啊。没有加，加一下呢。嗯、我邀请，因为我没有里面，我没办法邀请。我知道是我，那个、啊、那个、啊、那个什么，不是、啊、那个什么条码那个。对啊，我扫 QR code、啊。对对对对。来，你来扫。
你们有没有人没有家的？啊，对啊，我为什么？都有家的。嗯。现在慢慢有好一点了哈、哦嗯，慢慢有好一点。你上 QR code。你们觉得还有哪里特别重要没有画？除了字以外。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字。不是字，我字不重要。老师，那个脸可不可以给他拉修，稍微修长一点？啊，修长一点。哎、欸，对，修长一点，修长一点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怎么会？你伸进去，我怎么会？他先听的。弄掉嘛，扫描器已经扫好了。扫好了。所以大哥这个讲到了，储存，储存。我这种画法，嗯，通常是下巴这里可以改，储存下巴最好改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你是在这上面，这没办法改，对，是不是？下巴的一改，它整个就拉长。那你看有没有我的？这个有没有我？新的人，真的，真的，没有我，真的，我扫你的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每次都是扫别人的，稍微修一下。你看差这么多，你们以后要注意哦。把那照相都修片四个学历，右几的，现在右几的，给我注意。好了，那这样子算有圆满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有有，因为字没有画到。画一颗，老师还是可以要一颗圆满。老师，你尾巴不是有画一颗吗？我这个啊，可是是我的出来，然后你，这个是财富，这个是我的。对啊，你的为什么不会照相的呢？对呀，等下去找别人的。我不晓得，我真的不会搞这个。你要吗？我画一颗。宝宝该做了。我有一颗。可是那个有点小了，这个是明显，其他我来那扫好啊，就对掉几根烟，我都一定有给你扫啊。啊，应该会进去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我扫别人的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今天就很多人加入，嗯，我再来扫一次。不会显示行动条码，然后再来。对啊，这样就已经。行动条码处理中，我看处理中看啊，有了，无尽学士，然后有了，然后你加入参加哈，对，嗯，好像有了哈，应该有，等一下看看，有了，显示群组，对啊，我这边有邀请你加入，哦，有显示群组，嗯，有了，就是，那你，啊，那我弄一个花，我那个什么图案过去好了。不用在上面发东西了。OK， 好了。没有，我现在加入，加入，你加入还好。他现在加入，我现在才刚加入。有了吗？有。OK。118个。因为他两个班级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对。衣服应该就不用画，衣服那个太难画了。不用啦，不用了，这样可以了啦。这样子可以了。对啊。你搞我一条，主要是项链。项链穿溜的，要我一条穿溜，穿溜的。那几克啦？鸽子蛋。免干那的鸽子蛋就会使啊。你自己加。看你爱多大颗自己画，自己画。家里没有颗，但是不大清楚那种。我一定给你按上去。你回去把你的粘一颗上去。我就是要一颗拉的。对，粘一颗上去。装置艺术，粘一颗，对。对，看你爱粘几颗拉都随你。所以你们就大概知道那个画的流程了。嗯。啊，现在是会画了吗？这样 OK 了。可以，我们同学对吧？听得很简单。我刚想，左上角那个头发翘翘的那边要。你说那边吗？由下往上画。你是说哪里？这里吗？对对对。这种，因为我看它有一点，我看它有一点翘起来。对啊。对啊。我想说这是它的风格。蔬菜整齐好像怪怪的哈。还是觉得这样子应该还好，因为我这边有整齐，可以啦，对，这边这边看过去是顺，我这边顺整齐。夏天，我们不会上课不会哈，叫同学对话，但是。回去可以画老公试试看，画孙子画儿子都。那如果被念再拿过来，我们再慢慢修。你们在画之前哦，
记得拍照片。哦，因为通常那个人不会乖乖给你在那边画了。对呀、啊。你画一下，在十分钟他就跑掉了，所以你就把那个。哦，看照片画就对了。看一下啊，但是你当然实景要看，你先感觉一下哦，把那个感觉抓到以后再那个。你现在已经这么大。是你有画过自画像？啊？自画像有啊。可是自画像都画不到。一天两天就把它画完。就自拍啊，自拍然后再画啊。对啊。自拍自己。现在也没什么，没有空啊。以后吧，之后会画。以前没有画拍啊。看镜子画了。可是照镜子都不对啊，照镜子的发型跟左右会相反的相反。现在让人不一样。没关系，就画俏皮。你看老师，你画18岁的时候就好了。以前的画家都是画的。画家自画像不多了。你画的很好，我甚至从半岁画到现在，我还没有给他。